好，我们下面来看32课的第三段。第二段描述了历史上对伽利略的看法。那么，当今对伽利略又是怎样一个看法？这个伽利略为什么在今天对科学史家来说成为了一个问题儿童呢？咱们来看第三段。先来看第三段第一句话，请看屏幕。But a closer study of the evidence supported by a deeper sense of the period and particularly by a new consciousness of the philosophical undercurrents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has profoundly modified this view of Galileo. 这个句子呢，逗号之前可以看到句子的主干结构。这个可以看到是整个句的主语了。然后后面这个句末的白颜色的是谓语动词。这句的主干结构的主语是，但是对于这些证据的更深入的研究。什么证据呢？就是指第二段伽利略观察到那些证据。他不是通过望远镜观测天空，观测到的证据足以把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两个人同时推翻吗？对这个证据的更深入的研究，深深的改变了这种对伽利略的看法，就是历史上对伽利略的看法，因为他是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人，这个看法。然后中间这一大堆黄颜色的都是后置定语来修饰这个 study 对于这个证据的这个研究啊。那么什么研究呢？你看 supported by a deeper sense of the period， supported by 是个过去分词短语当定语来用，修饰这个研究。被什么什么所支撑，就可以翻译成基于什么，对，基于对那个时代的更深入的了解之上的这个研究。这个 sense 在这是多义词，在这翻译成了解、觉察，它类似于 understanding， 或者是相当于后面这个 consciousness， 认识、了解、觉察。基于对那个时代，就伽利略生活那个年代呗，更深入的觉察基础之上的，不可能就是证据了，当然是个研究了，这更深入研究。并且 and 引出并列的还是基于什么什么 and particularly by， 怎么说过重复的动词可以去掉，但如果重复的最后是介词结尾的这样的形式，最后把介词留下，这个 by 说明还是跟 supported 搭配。并且尤其是基于被它所支撑，还是基于嘛，尤其是基于什么呢？一个新的对于那项场科技革命的哲学潜流的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这个 consciousness 就是刚才的 sense， 我们看是同一次替换，就是认识、了解、觉察。对这个科技革命，咱们说了，伽利略开始了注重实证的科技革命，用试验说话。对这个科技革命中的哲学潜流的全新的了解基础上的这个研究，还是修这个研究，怎么样呢？这个研究深刻的改变了这个对伽利略的看法，就是历史上对伽利略的看法，这整个这个文法成分的分析。好，我们下面看一些细节。我们重点看一看中间这个黄颜色的这个过去分词短语修饰研究。Be supported by 叫被什么什么所支持，被什么什么所支撑，其实相当于 be based on， 被它所支撑就是基于它，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本文中非谓动词去掉了 be，那如果用 be based on 这个结构呢，同样去到 be 动词或者 based on， 基于更对那个时代的更深刻的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个也行，从含义是一样的，搭配也类似。那么刚才说了这个 sense 注意翻译啊，这个 sense 在这是多义词，在这直接翻译成 understanding 或者直接翻译成 consciousness， 认识、觉察、了解，对那个时代的更深入的了解基础之上的这个研究。并且还有怎么样呢？And particularly by， 还是用 supported by 这个搭配，只剩几个 by。Consciousness 还是认识、觉察、了解，并且对哲学科技革命中哲学潜流的全新的了解的基础之上呢，还是这个研究怎么样呢？深深的改变了对伽利略的看法。这个 profoundly 叫深刻的、极大程度上的，这 profoundly 比较通俗的替换，咱可以相当于 deeply 或者相当于 extremely。深深的或极大的怎么怎么样了，这是 profoundly， 这个在三册咱们就见过。比如说看一个例子， She w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her mother， 她受到了母亲深刻的影响，或者受到了母亲极大的影响，这是 profoundly 这个意思。但后面这个 modify 要注意翻译，本文中 modify 用的特别准确，因为 modify 是改变，但是中文中改变好像差不太多，英语中至少把 modify 和 change 要分开。change
是完全改变了 I changed my mind 我改变主意了原来去现在不去了完全不一样了但是 modify 表示部分的改变部分改变并不是完全彻底改变了有一些程度的变化但不是彻头彻尾的变化本文中用 changed 不好历史上认为伽利略是个绝对正面人物如果是 changed 这深刻的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那伽利略现在成反面人物了他依然不是反面人物只不过某种程度上有一些改动 modify 是部分改动而且一般来说不是完全彻底的我们看例子 The mediator attempted to get both sides to modify their position mediator 叫调停人调解人那这位调停人的试图怎么样呢让双方改变一下自己的立场这个 modify 表示某种程度的变化那正方呢向反方靠拢一点反方向正方靠拢一点双方就没有矛盾了调停人嘛让双方不起争执如果用 change 就错了正方变成反方反方变成正方还是对立啊那就白调停了对吧 modify 本文中用的好是部分改变了这个伽利略的看法就是他并没有变成反面人物只是看法有正有反更复杂了这个句子翻译需要技巧在前面这个 study 后面出现了黄颜色刚才那个两个复杂的长长的过去分词当后置定语来用我们讲过太长的定语在中文中呢可以按照并列结构来翻译英语中是大树形的咱们把它变成竹子节先翻译这个长长的定语对吧你试试看啊但是 be supported by 用翻译成基于就好了但是基于对那个时代的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基于对科学革命中哲学潜流的全新的认识然后再翻译整个的主句对吧就是甩掉了包袱的主句对这些证据的更仔细的研究深刻的改变了对于伽利略的看法再来一次啊你看但是先翻译这个定语啊，基于对那个时代的更加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基于对科学革命中哲学潜流的全新的认识然后再翻译主句对这种证据的更仔细的研究深深的改变了对于伽利略的看法这句子看通了啊。好那么怎么一个改变法呢咱们来看第二句话看屏幕他说 Today, although the old Galileo lives on in many popular writings, among historians of science, a new and more sophisticated picture has emerged. Today 是时间状语当今然后呢先来一个让步状语从句尽管以前对于伽利略的那个形象就是旧的那个伽利略依然在很多流行的著作中存在这个 live 在这不是活着表示 exist 存在的意思暗示继续存在于某些流行的著作之中就还是认为伽利略是个绝对高大上的人物但是在科学史家之中这是又是介词短语做状语了怎么样呢一个新的并且更加复杂的错综复杂的而且这个更更加高精密度高精尖的这么一种形象已经出现了大家看到这个句子里面先罗列了让步状语从句是状语然后在主句中先说了这个在很多科学史家之中还是个状语把一大堆状语往句首去堆砌句首堆砌还是为了突出句末的这个主谓结构现在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并且更加复杂的关于伽利略的这种形象 picture 表示心目中想象的情况这无疑又是一个咱们说过的圆周句或吊尾句它运用的是句末中心原则对吧先堆砌时间状语让步状语又出现地点状语最后才出现全新的形象出现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突出了句末这个重点好那么我们再看一看里边一些例子啊我们这个重点看一看刚才第一个就是刚才那个 live 第一行末尾的 live 这个 live 呢我们说不是活着在这表示存在的意思相当于动词 exist 表示存在的某个地方你比如说 Where do the knives live in your kitchen 你的厨房里刀在哪儿呢不是刀活在哪个地方刀不可能是活的刀搁哪儿呢在哪个地方这个 live 是这个意思本文中加个副词 on 是继续的意思继续存在于某些流行的读物著作之中但是后面有个转折了 among historians of science 在科学史家们之间怎么样一个全新的并且更加 sophisticated 就非常复杂的
这个 picture 已经出现了。 picture 在这不是图片，更不是照片，而是心目中的形象，心目中对某人某个事物的图景形象。那经常我们可以用在 form a picture of 表示想象憧憬这个意思。这个搭配在新概念三册十二课荒岛生活咱们见过。 Can you form a picture of what I describe to you? 你能不能设想一下或者想象一下我给你描述的情景呢？ Form a picture of 相当于动词 imagine。 Can you imagine what I describe to you? 在心中形成一个图景，不是设想想象吗？不是照一个照片，照个照片是 take a picture of， 那个动词 take 呢。咱们复习复习在新概念三册第十二课课文中的句子。他说 Most of us have formed an unrealistic picture of life on the desert island. 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荒岛生活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这个 picture 也是心目中的一个图景，而不是一个图片一个照片，这是心目中的这个图景。那也就是在科学史家的心目之中啊，一个全新的并且更加复杂的伽利略的形象出现了。我们说了，突出了句末重点，这是个这个圆周句吊尾句啊。那么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为什么有改变呢？那么对伽利略和伽利略对手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呢？第三句话，咱们看书看教材啊。他说 ，At the same time, our sympathy for Galileo's opponents has grown somewhat. At the same time， 就与此同时，我们对于伽利略那些对手反对者，他的同情心也增长了一分。这个 sympathy 表示同情怜悯，相当于 pity 或者 compassion 同情。注意后面介词加 for， 这个我们在第十六课当代城市中讲过，表示感情的词，像爱、像激情、像同情、像憎恨等等，多数都是跟 for。 我对你的爱情 my love for you 一般是跟 for。 我对这个女孩子的热情 my passionfor the girl 也是用 for 这个词，同情也是如此。 opponent 表示对手反对者，咱们讲过可以把它换成像 adversary， 咱们24课讲过，对，就敌手反对者。还有像 antagonist， 咱们在这个威廉·S·哈特早期西部片21课讲过，都是表示敌手反对者死对头。我们大声分别读一下 opponent adversary antagonist都可以表示敌手反对者死敌死对头。我们对伽利略反对者的同情心呢又增强了一分。 was, has grown somewhat， somewhat 是 a little a bit， 有那么一点。原来认为他们是反科学的，但现在呢我们觉得好像情有可原，反对伽利略在当时似乎情有可原。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文做了进一步的详细的解释，这个比较复杂，咱们来看屏幕看下去。他说His telescopic observations are justly immortal. They aroused great interest at the time. They had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sequences, and they provided a striking demonstration of the potentialities hidden in instruments and apparatus. 这个句子比较长啊，这分号呢还引出并列的结构，并列句。那它的天文望远镜观测的结果当之无愧是不朽的。这个 telescopic 来自 telescope 望远镜的 observation 表示观测观察观测结果，或者某人发表的评论都行，在这儿当然是观测结果。 justly 是理所应当的正当的确实公正的，理所应当的是 immortal 是不朽的是伟大的。那么他们这个 they 指什么？当然指前面的 observations 嘛，就是那些观测结果嘛，对吧？怎么样呢？他们在那个时代激起了巨大的兴趣，很多人说哎呀这是以前没有见过，天上的东西能看得这么真切啊。Around 是激荡期，咱们在24课讲过。并且他们怎么样？ They 还是指的 observations， 这个观测结果。They had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sequences， 他们有非常重大的理论上的这个影响。Consequence 本来是表示结果，派生意是表示 influence 或者 effect 影响，有重大的理论上的影响。这两个句子并列，最后再并列一个，那么用 and 连接 ，A B 并列叫 A and B，A B C 并列呢 ，A B and C， 这个说明这个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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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列，这个 day 当然还指的这个观测结果，这观测结果提供了一个引人瞩目的、非常醒目的一个展示，
对于潜力潜能的展示，提供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展示，对于潜能的展示。这个不通顺，不通顺怎么办？调节词性。这个展示我们觉得特别别扭，它是个名词，中文中喜欢用什么？喜欢用动词嘛。它们令人瞩目地展示出了隐藏在仪器设备中的巨大的潜能。马上通顺了吧？我们的展示当动词翻译 ，striking 是形容词当副词翻译，令人瞩目地展示出了隐藏在仪器设备中的巨大的潜能就好了，对吧？后面那个 hidden 最后一行到句末当然是过去分词短语来修饰前面那个潜能了。隐藏在仪器设备中， instrument 和 apparatus 都可以表示精密仪器设备，只不过这个 instrument 这个词是可数名词，而 apparatus 这个词一般多做不可数名词，所以一个加 s， 一个没有加。好，再我们看看里面那些小的细节啊。Are justly immortal 这个 justly 来自于形容词 just， 公道的，理所应当的，就理所应当是不朽的。我们看形容词的一些例子。A just reward， 一个应得的，一个奖励，一个奖赏。我做了好事，别人谢我，这应该得的。A just punishment， 一个应受的，一个惩罚，就理所应当的，正当的，公正的，是这么意思。就理所应当是不朽的。他们激起了极大的兴趣，他们有重大的理论上的影响。我们说了，这个 consequence 表示影响，不是结果。你像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叫生态方面的影响。这个 consequence 是多义词，在这是影响，不是结果。生态影响、理论影响是这样的。他们令人瞩目地展示出了仪器设备中隐藏的潜能。potentiality 单数当然是把 ies 去掉加字母 y 了，但这类词呢跟另外一个 potential 都可以表示潜力、潜能。但李老师以前说过， potential 表示潜能，做名词来用是不可数名词， potentiality 是可数的，而且经常用复数。Potential 当然也可以做形容词，的潜在的、潜伏的，对吧？我们看这句话复习 It is true that China is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but she is full of potential, 或者 she is full of potentialities, 充满了潜能。注意 potential 不可数名词， potentiality 可数，而且习惯用复数。这是语言习惯，老外这么用咱们跟着用准没有错啊。最后是隐藏在仪器和设备中的instrument 和 apparatus 一般多指精密的仪器设备啊，但是我们说了 instrument 是个普通的可数名词，复数加 s 好了。apparatus 当然也有人读成 apparatus， 尤其在英国，在美国一般读成 apparatus， 一般多做不可数名词，即便是可数也一般用于单数，极少用于 apparatuses， 没有见过啊，所以这个词一般多做不可数名词来用。你比如说实验室的设备 laboratory apparatus，而不用 la apparatuses， 那你非要说一件设备呢，可以用 a piece of apparatus， 一般做不可数名词来用。他们令人瞩目地展示出了在仪器设备中隐藏的潜力。那么先对伽利略的这个成就啊，还是做出肯定。我们刚才不是 modify 吗？部分改变对伽利略的看法，这个看法，这个成就当然是肯定的。这个我们现在也没有认为伽利略是大坏蛋。那么下面必然会出现转折，要不然的话现在就不会 complicated， 就不会 sophisticated， 很复杂了。看下面第五句，出现转折了。咱们看屏幕，又是比较复杂句子。But can we blame those who looked and failed to see what Galileo saw? If we remember that to use a telescope at the limit of his powers calls for long experience and intimate familiarity with one's instrument， 但是我们能不能谴责那些人呢？这个白颜色的是整个句子的主句。哪些人呢？就是后面 who 引导在逗号之前，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定语从句来修饰前面那个 those。 那些人什么人呢？就是看了却没有能够看到这个伽利略看到的东西的那些人，就是他们用伽利略望远镜看到，他们说我没有看到啊，我们能谴责他们吗？到这儿完了，然后 if 开始到句末，这是当然是条件状语从句了。如果我们回忆起来，如果我们还记得 if we remember， 然后 that 开始到句末，但是嵌套在这个条件状语从句内部的宾语从句，做 remember 的宾语。如果我们回忆起来还记得什么呢？后面这个句子主语是个动词不定式， to use a telescope at the limit of his powers， 这是宾语从句的主语。那使用一个倍数有限的这么一架望远镜，
这个 powers 在这表示光学仪器的倍数，倍数有限的，当时伽利略用的天文望远镜只有32倍，比现在动辄十万倍、数十万倍的望远镜没法比啊。那么怎么样呢？这个是主语是 to 到 power 完了，动词不定式。那么宾语从句的谓语动词 calls for， call for 是固定搭配，相当于需要 need 或 necessity， 需要，需要什么呢？需要长期的经验，并且还有什么呢？还需要什么呢？ an intimate familiarity， 对什么什么特别的熟悉， intimate 非常非常亲密无间的，很近的， familiarity 是熟悉，就极端的熟悉了，每一个细节都知道的这种熟悉。 familiarity 我们生词讲了，一般是个 with 搭配，跟什么呢？对自己的仪器的极端的熟悉。好，我们整个翻译这句话就好翻译了。那么如果我们还记得，使用一个倍数有限的望远镜需要长期的经验，并且对仪器的非常非常极端的熟悉的话，那么我们还能不能谴责那些看了却未能看到伽利略所看到的东西的那些人呢？就是你要在当时的话，恐怕你也看不到，他们并不是科学的反动派，他们可能确实没有看到，因为伽利略的设备实在是太简陋了，对不对？是这个观点的，对历史上观点认为反动派，那些观点有了这个潜移默化的这个改变。哎，这看懂了啊，里面一些小细节咱们看一看，尤其看一看那个 power。As limit as power, so power 表示倍数，光学仪器的倍数。A 20 power microscope, 一个200倍的一架显微镜。这个倍数 power 做定语，名词做定语要用单数，对吧？而当时伽利略用的呢，是这么一架望远镜。我们看就很简陋，一个小长管，前后两个镜片，对，就是一个 A 32 power telescope, 一个32倍的当时一架望远镜。伽利略就用这些望远镜观测的东西推翻了统治西方思想1000多年的权威。这是收藏在博物馆中的当时他使用的望远镜，倍数有限。然后 call for 是需要，必须要有什么东西， call for 是固定的一个短语，叫需要必须要，这是个习语。记单词不如记住一个习语搭配，因为习语搭配往往显得更加地道，就像老外写中文多用几个成语，咱们立刻觉得这个家伙水平不一般，对吧？咱们看一看啊，看一些例子。This sort of work calls for a high level of concentration. 这种工作需要高度的专注，高度的这个注意力，修表得长期盯在一个细小的地方，高度的专注需要。再比如说 ，The quality is variable, so careful selection is called for. 用于被动也行，它及物动词短语后面可以加宾语啊。质量呢？参差不齐，所以呢需要仔细的挑选选择，仔细的挑选是被需要的，需要仔细的挑选，这中文句子是无主句，对吧？需要仔细的挑选，谁需要呢？他没有说主语，英语中无主句只好用被动，仔细的挑选是被需要的就好了。 variable 表示来回变化，质量参差不齐嘛，所以需要仔细的挑选。我们下面再看一个复杂的句子，这是我们直译的这个艺术范文，这是我在新东方在线，也叫咱们直译写作的课程。这个写作课里边，我有一篇范文中给大家也用到了 call for 这个搭配，是一个艺术范文的开头段。咱们看这句话怎么说，这个比较长啊，直译写作确实比较难一些啊。他说 ，In this era of rapid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leading to increasing life complexity and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unforeseen and kaleidoscopic changes.Facing persons in most professions and academic fields call for a balance in which there are both imagination and knowledge. 这个比较复杂。这道题目呢，这作文题目就是知识和想象力，你觉得哪一个更加重要？这个逗号之前等于描述了这个背景，他用背景引出立场。在我们这个时代，什么时代呢？就社会和科技快速的在变化，从而导致 leading to 这个划横线呢是修饰前面那个 change 这个改变，那导致呢生活复杂性越来越多，并且导致心理错位也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年代。这个整个的 off 到 displayment 的黄颜色一大堆修饰那个年代嘛，在这个年代就是社会和科技快速变化，从而导致人们生活复杂性和心理错位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年代，怎么样呢？
难以预料的和瞬息万变的挑战。 kaleidoscopic 用那个书面语，它来自于 kaleidoscope， 把后面 ic 去掉加字母 e， kaleidoscope 就是万花筒的意思， kaleidoscopic 就瞬息万变的，万花筒不停在变、啊、挑战怎么样呢？就是 facing person in most professions and academic fields， 这当然是个这个现在分词短语到后置定语了，就是这个挑战什么呢？就是摆在多数职业和学术领域人士面前的这个挑战怎么样？ call for 需要一个平衡，什么平衡呢？再加定语从句，在这个平衡之中，一端是想象力，一端是知识，两边一样重要，就需要一个知识和想象力的平衡，这个 call for 在这是需要。整个翻译一下，那在我们这个年代，知识这个社会和科技快速变化，从而导致人们生活中生活理念的复杂性和心理错位越来越多，这么一个年代，难预料的和瞬息万变的摆在多数职业和学术领域面前的这个挑战呢，需要一个知识想象力和知识的平衡， call for 叫需要。当然我们写作中有好多的词汇短语可以替换这个 call for， 我们先看一些简单的，比如说 need、 require、 demand 都可以表示需要，主动被动都可以，都是及物的。比如说 what are the qualities that are needed for the job， 那么这个工作需要什么样的素质，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才干呢，才能做这个工作呢？需要，这是被动的。再比如说 a lot of patience is requiredto look after a disabled child， 照料一个残疾儿童需要大量的耐心，很多耐心，很多耐心是被需要的也行。 demand， 咱们再看看主动结构，那 this is a complex task and demands a high level of skill，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任务，并且需要高度的技能，高超的技巧。这三个例句里面这动词都可以替换，意思是一样的，需要可以用这三个字，主动被动都可以。那么跟它类似的还有一个词叫 take， 咱们从三侧就可以说 take 也可以表示需要，但它一般多呢用在这个固定句型里面， it takes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做某事需要什么，在这个搭配里面前面那个 it 当然是形式主语了，后面那个 to do something 是真正主语，就做某事需要什么。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做一个长跑运动员需要耐力，It takes stamina to be a long-distance runner， 后面 to do 是真正主语了， stamina 叫做耐力，持久力。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stamina， stamina， 好，是这么来说。同样的，我们说照料一个残疾的儿童需要很多的耐心，我们甚至自己都不说了， It takes 什么呢，很多耐心， a lot of patience to look after a disabled child， 对吧，照顾一个残疾儿童需要很多的耐心，这是需要。我们看一些更精彩的例子，比如说看一个爱情，描述爱情的句子。 Rose Franken 是一个女作家，她在描述这个一部爱情小说中出现这么一个句子， Anyone can be passionate but it takes real lovers to be silly， 每个人都可能充满热情激情，热恋期间如胶似漆，这动物本能吧，每个人都能做到，但是需要真正相爱的人才能做爱情傻瓜，又是爱的如醉如痴无怨无悔啊 ！IC 卡、ID 卡、IQ 卡都给你了，对，这需要真正的相爱的人呢，才能做爱情傻瓜。这个傻瓜需要。再看更复杂的句子，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 ：“Any intelligent fool can make things bigger, more complex.” And more violent. It takes a touch of genius and a lot of courage to move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By Albert Einstein. 他说什么呢？任何一个聪明的傻瓜都可以把事情变得更大、更复杂，并且更加激烈。但是怎么样呢？要向相反的方向来前进，就把事情变得更小、更简单、更加平和，这需要一点天才和很多勇气。别人说你水平低，怎么这么简单呢？其实大道至简呢，对不对？所以要向相反的方向前进，把事情变得更小、更平易、更平和，这需要 a touch up 表示一点，那么那触摸一下嘛，沾一下一点，这里一点天才和很多勇气才行。 genius 不是表示那个人那个天才，
如果那样是可数名词了，就是表示天赋天才，这是不可数名词，需要一点天才和很多勇气，这个需要也很常见。我们再看几个比较文气的搭配，比如需要使某个东西成为必须，可以用 entail， 这个得记搭配了。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entail， 需要使某事成为必须，就好像在后面加了一条尾巴， tail 不是尾巴的意思吗？很好记，它要么加名词或动名词，或者加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需要某人做某事。咱们看一下例子， The job entails a lot of hard work， 那么这个工作需要得大量辛勤的工作才能完成，这工作非常辛苦，需要什么，后面加 something， 跟 doing 也行， The journey entails changing trains twice， 这个旅程需要换两次火车， entail 跟 doing something 可以，或者跟需要某人做某事，先加 somebody 再加 doing 也行。比方说 I'll never accept parole because that entails me accepting guilt， 我绝不接受假释，因为这需要我认罪，你认罪才能接受假释，我不认罪当然这就没法假释了嘛。我们再读一下假释这个词， parole 就是假释放你，你得交一部分钱，这个保证金才能走。你要跑，这钱就不给你了。我绝不接受假释，因为这需要我认罪、承认有罪才行。Entail 是需要这个意思。我们再看，还有一个比较大个的词，也可以用需，也可以表示需要，就是 necessary 同根的动词需要。大声来一遍 ，necessitate。这种多音节的词一般多用在书面中比较多，因为口语中不愿意用多音节的词，说着费劲儿啊。看例子吧 ，A prolonged drought necessit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water rationing。长期的干旱 ，prolonged， 咱们在第九课这个王室间谍活动说过，长期的、持久的 ，drought 是干旱，持久的干旱需要怎么引入这个水呀、定量配给制、定量配水，这个 ration。叫定量供应，就长期干旱水不能乱用，你在家里一天洗八次澡这个不行，每天定量给你些水，需要 necessity 可以这么来用。那需要什么呢？本文回到文中， call for 的宾语是长期的经验和对仪器细致入微的了解。这个整句就看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回忆起来，使用一个倍数有限的望远镜需要长期的经验和对自己仪器的非常入微的通晓、了解、熟悉，我们还能去责备那些观测了天空却没有观测到伽利略所看到的东西那些人吗？我们能不能观测他？请举手回答。不用回答了，言下之意是我们不能责备那些人，但是你发现如果很直白的这么说， But we cannot blame those who， 这个效果不好，直接用陈述句的话有一种说教的语气，记住哦，我们不能责备他们，读者反感，凭什么不能责备？你说不能责备就不能责备吗？效果不好。这个地方问句，但其实含义正是陈述句的意思，这问句特征是答在问中。咱们回忆起来了，这种问句叫修辞疑问句，在第22课知识和进步咱们讲过，这种问句一般出现在文章或者段落的末尾或者接近末尾的地方。你看在这篇文章中32课又是到文章快结束的时候，连续出现了几个修辞问句，后面的还是问号结束吗？这种问句不需要回答了。再复习一下西风颂中的名句 Oh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不用回答了，言下之意是冬天都来了，春天想必就不远了，这是修辞问句这个效果。那再比如说，我们看在三册的27课里边，新三册的27课 We often speak of trend with contempt and put them in the same class as beggars, but how many of us can honestly say that we have not felt a little envious of their simple way of life and their freedom from care? 问句，但这不用回答了。你看，我们经常鄙夷的谈到流浪汉，并且把他们归到乞丐一类的人物，但是我们之中有多少人能诚实地说我们对于他们简单的生活方式还有他们的无忧无虑没有感到一点羡慕呢？有多少人举手？我统计不用举手了，言下之意是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羡慕，对吧？尽管流浪汉我们不想做，但这个优点我们觉得也是好的。再看复习我们四册的22课，就是在对，你看这句话
是在三册的27课的最后一句话，4册22课也是在最后出现这个修辞问句。咱们回顾一下 ：Could any spectacle, for instance, be more grimly whimsical than that Ganner using signed Shedman's bodies, while close at hand, surgeon used it to restore them？ 修辞问句出现在临近末尾的地方。咱们的复习啊，比方说，难道有任何场景比下面的场景更可怕、更怪异吗？炮兵使用科技把人体打得粉碎，而近在咫尺处，外科医生再使用科学把他们复原，还有比这更可怕、更怪异的吗？言下之意是最可怕、最怪诞的就是这个事儿了。知识是一柄双刃剑。我们在光波不能光温故啊，在知心再看一个更好的例子。这 Patrick Henry 在1775年3月23号著名的“不自由勿宁死”这个演说词中的片段，也是在临近末尾之处出现了一连串的修辞问句，这些问句不用回答了。我们先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They tell us, sir, that we are weak, unable to cope with so formidable an adversary. But when shall we be stronger? Will it be the next week, or the next year? Will it be when we are totally disarmed, and when a British guard shall be stationed in every house?Shall we gather strength by irresolution and inaction? Shall we acquire the means of effectual resistance by lying supinely on our backs and hugging the delusive phantom of hope until our enemy shall have us bound hand and foot? 这个比较复杂，咱们逐一看看究竟是什么意思啊？一连串的修辞问句，他说 ，They tell us, sir, that we are weak, unable to cope with so formidable an adversary.Adversary 咱们讲过叫死敌对头，当时就英国殖民者，他们跟我们说，先生说我们太弱了，当时美国是民兵嘛，而英国是正规军，他们要起义的话有困难，根本不能去对付这么可怕的一个敌人。 Cope with 表示应付处理，这个 formidable 表示令人敬畏的这个对手。 But shall we when shall we be stronger， 但什么时候我们能变得更强大呢？Will it be the next week or the next year? 难道是下一个星期或者明年吗？用回答吗？甭回答了，下一星期明年更没戏了。我们说 Will it be when we are totally disarmed and when a British guard shall be stationed in our house? 难道是我们完全被缴了械了，对吧？这个我们的武器被别人抢走了，并且每一个英国士兵都驻扎到我们每一栋房子里面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就能抵抗了吗？那就更没戏了呗，现在正是抵抗的好时机，这个意思对吧？这个问句不用回答，但比陈书记更有力。接着问 ：Shall we gather strength by irresolution and inaction？ 难道我们通过这个犹豫不决和拒绝行动就能积聚起力量吗 ？Irresolution 犹豫吗 ？Resolution 不是决心，没有决心犹豫。Inaction 拒绝行动 ，action 是行动，对。Shall we acquire the means of effective resistance？By lying supinely on our backs and hugging the delusive phantom of hope, until our enemy shall have bound us hand and foot. 是难道我们这样就能积极取有效的抵抗的这个途径吗？通过什么？通过四仰八叉的躺在那儿。Supinely 这形容词表示仰卧的，就肚皮朝上，后背朝地仰卧的。它的反义词叫 prone， 俯卧的。prone 是俯卧，就是仰卧的。那么用后背靠在地上，并且 hugging the delusive phantom of hope， hugging 就拥抱嘛， delusive 就引起错觉了，引起错觉，引起误解的。这个 phantom 本来是幽灵，派生音特别的幻想、幻觉， hope 希望的幻觉，拥抱呢引人错觉的、引起误导的希望的这个幻觉，就是做白日大梦呗，躺在地四仰八叉、翘二郎腿做白日梦，直到我们的敌人把我们五花大绑都绑起来了。Bound 来自 bind， B-I-N-D， 对吧？这绑嘛，这过去分词是 bound。But bind somebody hand and foot， 固定搭配就五花大绑，手脚都捆起来了。那个时候，难道我们就能积聚起有效的抵抗力量吗？那时候就更没戏了，对吧？言下之意，现在正是我们抵抗的好时期。当时就是在独立战争期间，这个激励这士兵斗志的这么一段话。把这篇呢，我们再听一遍。They tell us, sir, that we are weak, unable to cope with so formidable an adversary.
But when shall we be stronger? Will it be the next week? Or the next year? Will it be when we are totally disarmed? And when a British guard shall be stationed in every house? Shall we gather strength by irresolution and inaction? Shall we acquire the means of effectual resistance by lying supinely on our backs and hugging the delusive phantom of hope until our enemy shall have us bound hand and foot? 这是复习二十二课的修辞疑问句。下面继续来看后面的第六句，继续描述这伽利略的反对者呀，也不一定那么可憎了。再看第六句又比较复杂，咱们来看看怎么说。他说 Was the philosopher who refused to look through Galileo's telescope were more culpable than those who alleged that the spiral nebulae observed by Lord Rosse's great telescope in the 1840s were scratches left by the grinder? 难道这位哲学家比那些人更应该受谴责吗？这主干结构是 Was the philosopher more culpable than those? 这白颜色是句子主干。那么哪位哲学家呢？第一个 who 到第二行，这黄颜色的是定语从句，就是那个拒绝用这个伽利略的望远镜来观测的这位哲学家，比哪些人更应该受谴责呢？这个 who 又是引导更复杂一个定语从句，还是修饰那个 those。 我们说了，定语从句先行词应该用指示代词这些那些，而不要用他们，不要用 they， 要用指示代词，不能人称代词。那些宣称 who allege that， 从 that 开始到句末，这个斜体字当然是做 allege 宾语从句了，嵌套在定语从句内部的宾语从句。 allege 咱们在以前早就说过了， allege 表示声称宣称，往往是没有证据的宣称某个坏事属实。本文中用的恰如其分，宣称什么呢？声称啊，那些 spiral nebulae 螺旋状的星云， nebula 是星云的单数，这个不规则复数 nebulae， 螺旋状的叫 spiral， 螺旋状的星云，然后后面的话带下划线的部分一直到 1840 结束，是后置定语修饰这个螺旋状星云。 observe 是过去分词了，用罗斯勋爵他的巨型望远镜在19世纪40年的这184几年的时候所观测到的那个螺旋状星云是什么呢？ were scratches 是划痕， scratch 抓挠一下，这个划痕嘛，什么划痕？ left by the grinder， 这个是后置定语修饰这个划痕，什么呢？被研磨工人留下的镜片上的划痕。他们认为你观测到的不是螺旋状星云，磨镜片那个凸透就凹透就又弯的嘛，研磨工人留下的划痕看到像螺旋状星云一样，对吧？我们是这么，这个两个定语从句比较复杂，咱们翻译的时候呢可以先翻译两个定语，跟刚才一样，中语这个英语中嵌套结构嘛，中文中换成竹子节就好了，先翻译这个两个定语从句，然后把甩掉了包袱之后再翻译这个主句就好了，对吧？那么在当年有一位哲学家拒绝使用伽利略的望远镜来观测，在这个1840年代呢，当时有人宣称罗斯勋爵巨型望远镜观测到的螺旋状的星云只不过是研磨工人在镜片上留下的划痕。两个这个定语翻译完了，最后翻译主句，难道反对伽利略的那位哲学家比诋毁罗斯勋爵的那些人更应该受谴责吗？这句子好翻译了，来，先翻译两个定语，把它当成小病的句，小竹子节，逗号逗号，然后再翻译甩掉包袱的主句就好翻译了，要不然中文中没有嵌套结构就不好翻译了。这边只注意一个，就是咱们25课讲过那个 allege， 这个 allege 表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宣称某个坏事属实，咱们说过对吧？复习一下， He alleged that they had hired an assassin to dispose of him， 他宣称他们雇用了一个杀手刺客 assassin， 叫杀手刺客，来干掉他，但是他没有证据，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宣称某个坏事属实，本文中说的事儿也是坏事啊，他们也没有证据，划痕你看到了没有？看到啊，用的恰如其分。好，下面继续来说第七句，又进一步说了我们可能能原谅这些人了，后面又出现一个修辞问句，还是用问号结束，这是最后一句话，你看连续用并列的修辞问句使读者眼倦深思，读完之后得到很多启迪，对吧？ We can perhaps forgive those who said the moons of Jupiter were produced by Galileo's spyglass if we recall that
In his day, as for centuries before, curved glass was the popular contrivance for producing not truth but illusion and truth. And if a single curved glass would distort nature, how much more would a pair of them? 问句结束。这个句子很长，中间使用这里一个 and 连接两个并列句。第一个并列句的这个主句是 We can perhaps forgive those， 我们可能就能原谅那些人了。哪些人呢？后面 who 一直到 spyglass 结束是定语从句，修饰这个 those。 哪些人？那些说，说什么呢？画横线的部分当然做说的宾语从句了，省略了连词 that。 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朱比特就是那个木星了，木星的那些月亮们，就是不是咱们说过伽利略观测的木卫一和木卫四吗？木星的月亮就木星的卫星嘛，木星的那些卫星只不过是由伽利略小望远镜制造出来的东西。你望远镜制造出的是幻象， spyglass 叫小望远镜，我们知道就行了。If we recall， 从 if 开始一直到这个 and truth 这里结束，到 and truth 结束，整个是一个条件状语从句。如果我们回忆起来， if recall is just another way to say remember. The meaning is exactly the same. 意思和 remember 意思是一样的。这里为什么用 recall 呢？因为你大家看一看，在18行中课文中是不是出现了 remember 这个词？如果我们回忆起来 ，if remember 这换成 if recall， 这是同一次替换啊。回忆起来什么呢？那么从 that 开始，一直到这 and choose 结束，又是嵌套在条件状语从句内部的宾语从句。那回忆起来 that。在宾语从句开始，在他的那个年代 ，in his day 不是在他那天了，因为在某一天应该叫 it's on， 这个 day 是表示那个时代、那个时期、那个时候，在伽利略那个时代 ，as for centuries before， 这是方式状语从句，正如像几百年前那样。这 as 后面跟了个介词短语，说明 as 里面的主语和谓语都被省略了。这个 as 引导的方式状语从句的省略，咱们在18个海豚讲过，它省略的一般是主语中程就出现过的主谓结构。那正如几百年前怎么样呢？正如几百年前，曲面镜是一个流行的设备来制造不是真实而是幻象非真实的设备那样，在伽利略的时代，曲面镜就是一个流行的设备来制造非真实而是这个错觉，这个并不是真实而是错觉非真实的情况那样。 as 后面省略的主谓结构在主句中 都出现过了。如果写全是 as curved glass was the popular contrivance for producing not truth but illusion and truth for centuries before. 再跟主句 curved glass were the popular contrivance for producing not truth but illusion and truth. 但这么写太啰嗦了。 as 后面的主谓结构在后面的主句里面，它所谓的主句就是这个宾语从句的主干结构嘛，它不是嵌套在宾语从句里面呢，都出现过了，所以只剩下了 for centuries before 这个时间状语了。这个省略咱们一会儿会复习。好了 ，and 引出并列句，先出现一个让步状语从句。如果一面曲面镜能够扭曲自然，那么一对曲面镜扭曲的又会多多少呢？所以呢，既然是曲面镜，我们一照人变形了，哈哈镜嘛。一对曲面镜，那么这扭曲自然会更多了吗？所以当时对伽利略的质疑，由于当时人们知识的局限，我们现在是可以理解的，恐怕就能原谅那些伽利略的反对者了。是这么一个啊，好，我们下面看一些小的细节啊。这个我们重点看看这个 as for centuries before 这个省略。刚才说了，它省略的是这么一个成分。正如曲面镜在几百年前是作为一个流行的设备来制造不是真实而是幻象非真实那样，那么在伽利略那个年代呢，曲面镜就是一个流行的设备来制造不是真实而是幻象非真实的情况。大家看到这个省略 as 后面整个黄颜色的一大坨子我们都出现过了，都被干掉了，只剩下 as for centuries before 这个结构。这种 as 方式状语从句的省略咱们在18课和这个26课两次出现。先复习第18课104页的第四行。On the occasion when they have pushed ashore and consumed being, they have much more likely than itOut of curiosity for sport, as in riding the bow waves of a ship. 在这些场合下，就是他们把一个失去知觉的人推到岸上，他们更有可能是出于好奇心或者为了好玩才做的那样，正如他们在追逐船头的离开的浪花的时候是那么做的一样。
as 后面只剩一个介词短语做状语，省的是什么？正如他们在追逐船头离开的浪花的时候，正是出于好奇心或为了好玩那样，把人推到岸上也是为了出于好奇心或者为了好玩。如果写全都是这样的吧， They have much more likely done it out of curiosity of a sport as they have done it out of curiosity of a sport in writing about ways of a ship. As 后面的一大堆前面都出现过了，再说就废话了。来，我们再复习一下，在更复杂的26课，就155页的第13行，就是第三段的开头。26课155页第13行第三段开头。It is almost always due to some very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at species of land animals survive, as by falling into inaccessible creek caves or into an ice crevasse, like the Siberian mammoths, when the whole animal is sometimes preserved, as in a refrigerator. 这里出现了一大堆像 as, like 和 as, 不一样的是 as 表示像是连词， like 表示像是介词，它后面直接跟名词， as 要跟从句的。那么几乎总是由于一些极端特殊的情况，陆地动物的痕迹能够幸存下来，正如掉到那些无法企及的山洞，或者掉到了一个大冰窟窿里面那样。正如 as 后面跟的是介词短语，省掉什么？省掉了正如掉到一个无法企及的洞穴，或者一个大冰裂缝大冰窟窿里面，陆地动物的痕迹能够保存下来那样，陆地动物的痕迹保存了下来，对吧？ like 没说的，它后面跟名词短语，正如西伯利亚猛犸象那样，对吧？这个时候怎么样呢？When the whole animal is sometimes preserved, 这个时候整个动物呢都有时候被保存下来，正如在冰箱里那样。正如在冰箱怎么样？正如在冰箱里面整个动物保存下来，是不是 as the animal is preserved, the whole animal is preserved in the refrigerator, 掉到冰窟窿里边跟掉冰箱里一样，都是被保存起来了。第一个 as 省掉的是 traces of land animals survive, 因为前面出现过了，对吧？第二个 as 后面省掉的是the whole animal is preserved, 因为 the whole animal is preserved, 它都出现过了、正如在冰箱里面整只动物被保存下来那样，掉到冰窟窿里面以后，西伯利亚猛犸象呢有的时候它整个动物被保存下来了，这是 as 的这个方式状语中的省略，因为它所在的句子主干里面出现过，就不用再废话了。好，再看第二个边的句， and a single curved glass, curve 是个动词，本来表示使弯曲的意思，那 curved 当形容词来用就是弯曲的就好了， curved glass 就是曲面镜，曲面镜。但有的时候更复杂，我们的 convex lens 叫做这个凸透镜，两面是突出的这种透镜 lens 叫镜片或者透镜，还有凹透镜叫 concave lens， 这凹透镜两面是凹进去的，就是透镜。好，我们翻译一下这个整个句子啊。那么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伽利略的那个年代，这个曲面镜啊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一直都是用来制造幻象而不是真实情景的流行的这个装置设备， contrivance 就是刚才那个 instrument 和 apparatus 一样。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原谅那些把伽利略观测到的木星的卫星说成是他的小望远镜变出来的那些人们了。后面再翻译后面一句，如果这个一片曲面镜就会歪曲自然的话，那么一对儿曲面镜对自然的歪曲又会多多少呢？言下之意是什么呢？那一对儿曲面镜对自然的歪曲程度可能会更大，这样的话它制造出幻象不足为奇来，所以我们就可以原谅，或至少部分程度原谅或者说理解那些伽利略的反对者了，他们也是具备的是科学精神、质疑精神。好，32课又是个经典文章，里面涉及到了大量的复杂的句式和这个搭配一些用法，包括什么修辞问句，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背景知识，也能提高我们的在物理学天文学方面的历史知识。好，我们第32课伽利略重生这篇重点文章跟老师就学到这儿，谢谢同学们。